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今天要介绍的树呢，就是我身旁的这一棵傲世虎皮楠。首先，傲世虎皮楠它是属于虎皮楠科的常绿乔木。什么是常绿呢？常绿就是说它的叶子到达秋冬季节的时候，它并不会大量的落叶，这就是我们说的常绿。至于什么又是乔木呢？乔木就是说我们在帮这些植物做分类的时候，依据它的树高所制定的一个分类的依据。首先，我就为各位从它的叶子开始解说，镜头可以稍微近一点，给各位看得清楚一点。首先，我们先看它的叶表是属于这种深绿，有点浓绿的感觉。然后接下来看它的叶形是属于这种长椭圆形的，有没有这种长椭圆形？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背脉。它的背脉有这种很密密麻麻的网状脉，镜头可以稍微近一点，看仔细一点，这种密密麻麻的脉，很密的网状脉。好，相信各位都已经看得十分的清楚了。好，接下来我要再讲一下它的叶序。它的叶序呢是互生的。什么是互生呢？互生就是说它的叶子在生长的时候，它这样子一下一上，这样交错，有没有？这样交错这样展开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互生。而至于傲世虎皮楠，它为什么叫虎皮楠呢？原因呢，就是因为说它虽然是常绿的树，可是每年的春天来到的时候，它的老叶会掉落，可是它的新叶却会在几乎是同一时间这样长出来，这是我们说的虎皮楠。而也因此它有一个叫别称叫二世交让木，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，就用世代传承的感觉，懂吗？世代传承的感觉。好，我的解说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。